好，在这边女婿赵建明最爱用的顶级手机品牌来台设立直营店喽。那么最贵的手机一只要价199万元，最便宜的也要16万元，连一个皮套呢都要价13万元起跳，在今天正式开幕。 贬价不马，赵建明最爱的英国手机品牌，你可能还记得，这一只要价16万，而现在这个品牌正式来台成立旗舰店，一人养子穷也特别来台代言。就像珠宝店一样，店员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，拿出手机，因为每个产品动辄要价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。而赵建明的16万手机还只是入门的阳春版，120多个，这一只已经两只，那这次是因为刚到，客人都还没有时间来看，这边他已经两个客人了。 要价百万元的手机，5月引进台湾就卖出了2只，其中最顶级的要价199万元，中控摇杆是40分的钻石，全机身采用铂金材质，非常珍贵。而这只扬子琼基真的是由扬子琼参与设计，玫瑰金搭配碎钻的设计，每只要价86万元。还有专为台北设计的陈氏机，仔细看看机身上雕了101大楼总统府，全世界只有2只，要价72万元。 像是皮质手机套，每个就要价13万元起跳，真的是好野人才买得下手。但是业者表示，现在这个手机品牌在全球只有21家直营店，台湾就有1家，显示就算全球有多不景气，台湾有钱人的消费能力还是非常惊人。中讯院张旭高兴峰台报道。